以前老公呢很想来这一家餐馆吃饭，但是哦，每次都是看到很多人都没有进来吃。这而且在呢，大多数是马来人过来吃的那个泰国餐厅啊，他的装修都还 OK 的，很美下啦，算是简单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nie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这个泰国餐吃晚餐。以前呢，我老公一直想要来这边吃晚餐的，可是哦，每次经过都是满座的 ，full house 找不到位置。不过我们看了大多数都是马来人来吃饭的，但是今天呢也有些是华人来这边吃啦。今天就没有什么满座，所以我们就进来吃晚餐。这是他们的menu，你看，这是他们的menu，看他们的食材哦，好像很好吃这样子哦，你看，看到他们的泰国餐哦，食欲大增了，你看。看起来很辣，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很辣。看，这是蒸鱼，蒸鱼我们刚才在门口那边看了一下哦，一条鱼啊要63块，是蛮贵的。现在我们叫了一个套餐，他们的菜色哦都是红红的，看起来感觉是很辣的那种。都是辣辣的样子，这样食物看得到吗？很辣的样子，不过有时候哦，红红不一定是很辣的啦，吃了才知道。你看，那时候我们在门口看了一下价钱哦，一条鱼要63块，有些是29，30多这样子的价钱。都说是不是很想吃嘞？这些美食，这里哦比较潮啊，我又没有带麦哦，有可能讲话的声音哦不是说很大声啊。等一下我上传在 YouTube 哦，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见我讲什么。但全部是红红的嘞，那个颜色全部是红红的，全部都是红红的。所以才叫做泰国餐。给我那个美妞跟才我们的那个美妞看。现在我们叫这个套餐，我们叫那个套餐是189块啊。159啊？159有什么菜呀？我们这里一个套餐是159，这里哦有。套餐好像是有三个价钱的，159啦，还有一个是189，还有一个88。我们现在有6个人，5个大人，1个小孩子，所以我们就叫了159的套餐。159的套餐呢，有一个鱼，还有一个蔬菜，还有一个鸡，还有一个什么啊？一个鸡，一个蔬菜，还有那个鱼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一个鸡母，一个鱼，一个麻辣，还有一个鸡。一个是麻辣，冬阴麻辣，冬阴西服。我们这里哦，那套餐是有一个冬阴西服，还有麻辣是什么？江苏的麻辣。奶奶就是那个冬阴师傅里面的是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蔬菜是吗？那个蔬菜不是鸡块啊？鸡是有一个东西叫 oyster 的。我们的套餐哦，159哦是有 oyster 的。我的儿子说是有这一道菜。套餐159有这一个菜，有一个鱼，还有一个冬阴西服。等一下菜来了，我再拍给大家看。
159的套餐有什么在泰国餐厅里面 OK？这是 lemon juice， lemon juice 啦，5块钱哦，多少杯？这个是斑斓叶水，3块钱，小小一杯。冰冻啦，这个是石甲的蒸鱼，这个是斑斓鸡。这个是改蓝，然后这个是东洋西部。OK， 我们要开动了。那么，去，好吃吗？哎呀，不要订 video 啊，不要订 photo 啊 ，OK 呢？问了几好，你看一多来啊，问了一多来个饭不收费，刚才他给我的饭哦有点扁哦，跟他讨论了，他就送给我多一个饭免费的。服务很好，耶！哇，我吃完了，他的菜蛮好吃的。